应安庆果足的队员祝福下退团。青岛日报提供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日本女团桃色幸运草队22岁成员应安庆果上周突然在个人官网表示想回归普通生活，提前预告本周表演结束后将隐退。果然昨晚含泪向粉丝告别，应安庆果退团表演昨晚在千叶幕张演唱会揭开序幕，演出期间四名队员神情感伤落泪，应安庆果则在3万多名歌迷见证下变回一名普通女生，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。应安当众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想法，但他笑说我就是想过一次这样没有任何计划的人生。应安庆果又依上周闪电宣布退团，白设自 BOX 小时候的人男团 EXILE 舞群的应安上周突然在官网表示尝试看看22年来没有过的普通日常生活，他透露自己感觉与社会有脱节，所以到了该离开异能界的时候。据悉桃色幸运草 Z 今后该以四人组合计续发展，虽然不少歌迷表示会继续支持，但有歌迷则认为事件与数年前应安曾被排挤的传闻有关。